就把这个给他拿出来。你到时候你就说明走脚踏不分左右，就放，然后放的距离大概是660。对，看到没有？你们自己说啊，这是个距离大概是660，从这里到这里。好，左右都可以。左门下，然后怎么分左右呢？就是面对着，就是人面对着这，就变成左了。对，然后把那个东西按进去。可以可以。装的时候先插一边，再插另外一边。对，没问题吧？量一下电压的。说明一下，这个点一定要到底，就是这个底，就是不要有缝隙，就是一定要压到底。